其实它是一个更早的一个。对，哇塞！还有这20多根项链，再长一点。这个用不用啊？这个稍后不会用到。啊、嗯。磊磊，哎，是，我自己打理，你能给我整成这样？自己啊？自己打理秀发吗？嗯，打理秀发可以、啊。欢迎欢迎。弄个假发，然后是贴片贴上去的。嗯，贴的。好看。那以后就一直贴不就可以了？贴这应该是它胶粘，但是我想说还是粘上去了，就是更服帖一点，我就拿手机拿出来，这直播，老师在直播。然后呢，再剪。对了，我觉得就是短裤的，这个刚才还是有点还原程度的，现在就是未完的，我觉得。我怎么往这一坐就困了？这个地方容易让人坐。行，把这个行，咱们去办配饰。配饰啊，对，啊，有个眼镜，对，这套应该是 VR 的那种元宇宙的，所以，嗯，金属。这是什么蝴蝶？蜘蛛的，这个就是一个金属蝴蝶的对啊，这都是蝴蝶，对，它会很有一种金属的那种科技感。看看它外边是不是？谁去看外边需要多长时间？看一下啊，去问问那个导演。啊、我们需要多长时间出去？唱的就这首，对，炫耀是唱的。这个眼镜款是跟你上面戴的不一样，一样啊，这更时尚。嗯，哇，这鞋也好看，挺好。好吧，直播呢。哎，这不澳门那套吗？对，澳门的虎牙的这套衣服。哦，哎，虎牙的。对，啊、对虎牙非凡之夜。我记得咱们在湖南卫视是另外一个，有点类似于睡袍的那个。啊、哦，对，那个是许先生的衣服。是吧？劳动争取半小时是吧？半小时啊。啊，那是我是不是可以睡一会儿？我好困啊！睡觉睡播吧、哎。老师，那您坐这边呢？然后看看直播。好多粉丝都说老师今天发型真帅，衣服真好看。哇！现在才发现，老师说被咱们耽误了，不开心了。半个小时的话，我把腰带先拿下来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个也先去帮你去吧。哎，这些家当，这家当，这一般人能比得了吗？真是的，这家当，这家当，这都是孤品，别人的。技巧啊，腰带，这发型没做好。
咱们觉得好看的，他们是没做好。没有啊，都在夸发型好看。他底下在那卖，他看不懂那头发。就会有不同的意见。有人喜欢这一款，有人喜欢那一款。这啥都有啊。嗯。就等于给他调过来，就是、我看看他们怎么留言。好。爱了。哎，有一个镜头，这个反转，对对对。哦，是应该。对，这个发型属于，就是这个妆面和发型属于淋雨发，淋雨妆，就这种感觉，像拍那个封面，感觉特别忧愁的那种。嗯，潮玉帅，好多人好卡，啊、嗯，这都感觉卡吧，啊，你们公屏打一打，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上线来直播吗？其实我现在已经困得不行了，我昨天工作到凌晨四点，今天起得那么早，啊，知道为什么还要上线直播吗？大家知道，我为什么啊？是因为太卡了，这边应该有 WiFi 吧？哎呀，需要半个小时，那我睡一会儿，就这样。睡着？嗯。哪是睡着？我想睡一会儿。对。啊，WiFi 不行，WiFi。整点吃，哎，他们制片是不是应该得准备吃的？可以，那什么，他这个是很长的吧？最长，这这么长啊？是放在地上吗？啊。这么长啊？嗯。不能啊。最长。这个用啊，老师。那个，来用一下。那我就先喝一口水吧。大家如果想去吃饭啊，或者过节，就抓紧别耽误时间啊。嗯，今天是节日，大家也放松一下，好吧？没拿到花的来我直播间呢。如果今天有的女没有拿到花的，我在我直播间送给你，这个花就是送给你们的节日快乐的花啊，好吧？别伤心，别难过，花是买给你们的。
啊，舌头疼，上火了吧？嗯，明天我给您煮点别的那个汤，你不是晚上回去就可以了。嗯。上火了，节日快乐啊！你们也，我要休息一会儿了啊。啊，这个是啥玩意儿？这蛮有意思的，这好像是小的时候见过这种东西，呵呵，这种还是非遗呢，我记着。这种东西应该是非遗，对，这种饰品都还不错。来，这样放下来，再去吃饭吧啊！我也想休息一会儿。瓜哥，对，舌头破了，这两天睡波，对，睡了。Thank you.